我是住在宜兰农村的广播人林大米，在教育电台每周一傍晚5:20到6:00，和你一起关心农村与农业，展开城市与乡村、青农与老农、农夫与消费者、理想和现实的各种对话。欢迎收听《青农市集 On Air》。从农村看世界，看见新农村，舌尖上的农村。走开啦！欢迎收听农情农事播报台，我是大米。今天的节目很红香，一开始是从农村看世界的国际消息。在苗栗县后龙镇的湾堡里，一个400多户的小村庄，短短16年间经历了2次土地征收，成功对抗，而终于保留住良田农地，继续过着种西瓜、地瓜等农作物，喂养台湾人的日子。其中的灵魂人物洪香女士，今年63岁，除了曾经和湾堡农民们成功阻挡苗栗县政府的不当征收，同时也是台湾生态友善与社群支持型农业的先驱，近年来更多次代表台湾农村阵线参与国际农民运动农民之路的区域全球会议。最近一次是在2018年1月底，洪香以农镇的理事长身份到韩国参加农民之路的区域妇女会议，并且在会议中分享抗争土地征收，把自己的家乡保留下来的故事，也带给这些来自各国各地的农村仍在奋斗的人们希望。我们来听听洪香女士在韩国这一场亚洲女农会议上的发言。我是一个很传统的台湾妇女，因为我从一出生，我父母就是种田。在我们的农村里，女人种田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你就是生长在那里。我后来又嫁我先生，又是一个农村的青年，所以我从我妈妈肚子里到现在就已经做农60多年了。24年前，台湾的科技刚起步的时候，政府要把我们那块土地卖给新竹科学园区，可是那时候我们就不想卖田，因为我觉得农地就是我们生产的地方，我们生存的地方，也是我们教育孩子的经费来源，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起来反抗。可是那时候24年前，我们抗争成功。7年前，我们又换了一个县长，又开始征收土地。我们台湾的政治就是，县长的权力就很大，他可以把土地卖给财团。我觉得我们当一个女人比较不甘心，因为我觉得那是我的财产，为什么你政府说要你我就要卖？我们就联络全村的人，大家就说如果不想卖的话，那我们就要团结。可是我们要团结要怎样团结？因为我们向外求援，毕竟农人的知识还是有限。所以那时候我们一个教授说，拿笔的跟拿锄头的战争到底是谁会赢，大部分都会说是拿笔的赢。可是那时候因为我们还是一直很不甘心，我觉得那是我们的生存权，我们的财产权。为什么在民主社会是人的话不应该有这种现象？我觉得我们这个年代还很幸运，我们有手机、有电脑、有 FB， 其实政府会把很多的消息都封锁掉，可是我们利用 FB， 利用很多网站，我们向外求援，很多环保人士、教授、学生，大家来支援我们，来抗议政府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强迫迁地，我觉得那是对我们老百姓、对农人是一种不公平的做法。我们一共也经历了3年的时间，向中央存钱，还有我们坐游览车的所有的费用，其实都很多社会的支援。所以让我们的这次的第二次抗争又成功，可是第二次抗争成功的时候，让我觉得这个社会帮我很多，我应该要回馈社会。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参加社运，很多如果被征收土地的，我都常常会去关心。其实我是觉得我们人都应该彼此团结关心。我觉得政府在我的观念里来讲，我觉得政府是人做的。所以为什么我一定要怕他？
我很希望说，不管我是你人还是男人，我觉得人就是应该彼此尊重，彼此尊重个人的职业、个人的工作权。我土地没有被征收以后，我有想办体验农村，就是让都市的人看到你现在吃的东西，你吃的东西是哪里，是哪里来的，是健康的，是怎样。我也很希望说，都市的人你每天要吃，你吃的饭是从哪里来，而且我是觉得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里，电脑可以吃到饱吗？我们这些人都一直在努力在种田给你们吃，可是你们今天对回馈我们的是什么？所以我办过很多次，就是让都市人来体验我们农村的生活。其实农村有很多对生态的贡献，对环境的贡献，对大家的贡献，所以我希望说让大家一同来认识这块土地，让大家一起来保护这块土地。最后我鼓励大家，我们都不要放弃，而且我常常勉励大家站出来是为了让明天更好。我希望农民诸路我有机会参与，现在也有团体台湾农政阵线，他们关心农业，关心土地，关心环保，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大家可以团结的地方。所以我也希望各国都有这种机构，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努力。谢谢大家。很荣幸今天青农世纪 On Air 节目能邀请到洪香女士，好朋友们都用香姨称呼她，而在我们节目中用台语真会通，赶紧来听香姨报我们一个很赞的活动，甜美人西瓜夏令营。走读流村小旅行，农，走读农村小旅行，农村超好玩。农村小旅行今天来到苗栗湾保里，我们这个所在出产西瓜最出名，只不过热天还没到，西瓜还没汤吃，但是总是要种下去才有汤吃。今天邀请我们湾保里洪香阿姨，洪香西瓜这最出名，通人知道听说最近要办一个甜美人西瓜夏令营，这跟一般只纯粹去吃西瓜，直接吃西瓜不一样，是要先为种西瓜开始。请问这个活动是怎么会想到说可以用种西瓜这个时间就来有做一个体验啊，食农教育这是怎么想法？因为我们普通西瓜都是慢来一家的，但是我希望这回，但是你开始要种的时阵，开始种砍塑胶布。其实阮砍塑胶布，那对环境来讲是较无环保，无唔对。但是砍塑胶布会当省水，佮省肥料。哦。啊，佮而且会当保温，所以阮希望讲囡仔一滴开始种，开始知影。以前是拢收成较快，但是我即摆就是讲要囡仔了解，你食的物件，唔是讲常常咱七里桌顶就会当吃。啊，我也希望讲，咱即个爸爸妈妈会当带囡仔来体会一点，会当了解咱即个物件是伫底开始。啊，希望讲，那真讲时间有，咱大家当个坐下来交流，介绍一个新规成长的过程。嗯，阮即马种，后摆若有参加种的人，阮会送伊一粒甜美人，啊，好了解土地。你种啥？你只要努力，你只要骨力个照顾，伊就会当互咱好食个物件。嗯，怎么收获先怎么栽，这个国语拢会晓讲，讲啊，实际真正爱安尼去做。啊，阮遐个流传一句话：西瓜惊鬼，西瓜惊鬼，西瓜怕鬼。为什么？不是因为西瓜惊鬼是大人讲的，就是讲种物件，甲咱人同款，你爱定去遐看去照顾伊。知影即卖淹水，还是讲伊即卖有破病，还是讲伊即卖水伤济，就是爱定去遐看。啊，甲看就是敢那甲伊做伴。啊，但是你若无甲伊做伴，伊就惊鬼。你无遐看，伊就死。哦，这够职业啦！死鬼惊鬼。今日来带囡仔来个吓惊囡仔。活动的时间是四月初六到四月初七，好啊，这是属于拢爱先预约报名嘛？哦，记得哦，这个关键字 FB 是输入木香农场，对吧？哎，木香农场，木就是沐浴乳的木，香就是香喷喷的香，木香农场都看得到这甜美人西瓜夏令营啊，四月初六到四月初七，这两天俩两个梯次，谢谢江姨，谢谢。
你等的收听是青农市集 On Air， 今天的特别来宾是为苗栗原保里来的红星女士，为了要保护产地，红星站出来带领一群共乡的老农民走台北十几街到立法院总统府头前静坐抗议，他的坚持也带动了很多学校的教授学生做会关心原保的议题，做会参与抗议的活动，到收集资料，最后可以证明苗栗无需要再增加工业园区。经过三年的打拼，农地征收的计划暂时取消啊，原保的西瓜田才有法度好继续种植落去。这几年来，乡里要是继续用伊家己的经验陪伴有同款作物的老农民，来向政府争取土地正义，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土地正义女杰。咱来听乡里现在的心情。二十年前甲七年前，安尼发生过这两届，你会见拜还阁定定去想着无？会啊，伫田里做工课，你若看见天顶去，你讲我们真的渺小，恁做事。但是我感觉土地可能是我，因为我从细汉就做田啦，所以我对土地感受可能比别人较济。啊，两届土地征收，其实我唔是反对咱台湾的经济，我唔是反对台湾讲是工业区。但是我也感觉就是讲，台湾已经的工业区，甲咱台湾所有款足侪拢是差不多饱和啊。应该足侪门过来收这个咱农地来做工业区，尤其是征收了，我拄到足侪教授、甲环保人士，甲迄款更加发了解。咱种有田的人应该是要保护咱后摆咱一直代的牛心。为即马开始敢会付哈？我感觉。要做拢会赴，要做拢会赴。你只要无想要放弃，其实抗争两届，我第一届观念是因为我感觉，迄届是要做科学园区第四期。但是有一个人甲我讲，伊讲其实咱拢看不到高科技其实是高污染。但是当初咱拢唔知影这些代志，但是到即马我感觉咱大家应该拢了解，因为咱看到污染高科技真是高污染，因为以前香山。香山是新竹科学园区摆出来，垃圾水拢摆伫遐去。香山的鹅啊，从十几年前都未见，是青鹅啊。其实以前香山是出山鹅啊。所以当初要做科学园区的时阵，大家拢做欢迎。其实因为咱做咱农业社会，大家拢散惊去。感觉有工厂来做欢喜，但是确实高科技真的是高污染，只是我们看不到，刚开始还看不到。像伊安尼凊彩一两句话，到哪里拢直接一针见血呢？大家拢散惊去啊！农村看到有工厂来就欢喜。我嘛想着我家己厝里伫乌日遐台中乌日，真正原本拢残，偷偷啊工厂一间一间愈来愈侪，即马是米米。大家想法是总是爱开发，有工厂，但都嘛是感觉是发展。变成是第一个会通有通啊，搁较好的收入，还是讲租金啥子？我当感觉有当像是咱太习惯了，想讲哦，这个不是生性就是安尼，心肝头迄个自觉迄种反抗，其实迄种心有当时啊拢无启动嘞，不是所有人会去启动说哪里都只讲诶，高科技是高污染，这嘛不一定每一个人会真早都去想通这件代志吼。我听你讲，其实这天公伯拢公平的。我以前第一增加的时阵吼，就是三姑六婆啊，这样的等下就是三姑六婆。其实南麦土地征收，真的我不会认识很多，什么教授、几个学者、几个学生，所以我也感觉就是讲，我觉得老天爷还是很公平，他让我认识这些人，让我知道，让我搁知影讲土地重要实在的问题。而且十六年前，我就甲植物联盟合作，甲起嘛。所以到尾啊，到植物联盟合作的时阵，我也感觉我了解咱遮的食安的问题，我足侪会智慧解法的。所以我人甲因定咧讲像，食到四五十岁，拢阁开始学做人。真的，我今天不是开玩笑，因为我的教育不是足悬的，但是我甲阮人的观念，佮伊的感觉，这是阮的工课，阮安尼甲工课做好就好啊。但是土地要征收的时阵，第一个当哦。冲击足大的是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也感觉就是我买散啊存钱，穷的只剩下钱，我买散个存钱。因为我了我
在地文化，我来搬走，因为土地什么征收了，可能阮的公嘛，现在拢会刷走，阮的梦什么拢会刷走。有人讲观察人一半个个地头开始，对我来讲，那是足残酷的代志。嗯哼，阮遐人最传统的，增加人第一的产能，第二较无去啊。所以，因对土地的看法，从细汉就是许多人灌过你，就是这种思想。伫阮增加人，你卖田是足了不起的代志。嗯。所以，阮遐土地今年交约几笔钱，阮大部分拢会知影。除非讲因家的囡仔，啊是大人过身，啊伊伫外口需要资金，啊是讲啊台湾迄款的，无法度，较卖掉，足少有欠，迄款人还会卖。啊，你若无欠资金的人，大部分拢还阁卖。所以我感觉，这是每一个农村无同款的所在，每一个农村的对家己的土地，这传统。观念，所以环保里一旦抗争成功，是因为大家拢安尼，大家观念差不多拢安尼。因为也卖田园，人拢会，拢会想讲啊，这甘只了尾都要卖田园来开当生活。嗯哼，其实伊较早的人的观念是讲，你只要打拼，拢有钱能赚。嗯哼，应该是农村的人，啊，佮靠迄个韧性，啊，佮比其他人佮较强。嗯。因为土地征收了，你讲嘛是因为安尼去奋斗争取的规个过程啊，去接触到遮尼侪学者啦、教授啦，各个领域的遮个对农业、农村关心的人，啊，结果嘛，甲你带向一个你家己从来毋捌想过的一条路吧。相宜即马是台湾农村阵线的理事长，啊，你伫咧 FB 哦，捌分享过，就是你今年正月二三去韩国的代志。你讲到，这一天去韩国参加世界农民之路亚洲的女农会议，今麦回想起来，迄三天，你印象中有一挂真深的，应该咱分享一下。我感觉三天大家斗阵，我听足侪，确实比咱搁较歹的哪有，比咱搁较好的哪有。但是我感觉台湾这块土地，我感觉足好的，咱种啥都有啥物。我感觉我感觉日本因家己种的物件，因拢有鼓励因家己的人食，甲因家己的。嗯。而且因的物件家己的佫较贵，但是因政府拢留家己食。但是咱台湾毋是，我感觉咱台湾做毕业就是咱好的拢袂白啦，家己拢食白。但是我感觉这是为着咱的生活，这拢大家拢会当体会。但是我也感觉就是讲，参像与韩国、日本，因的寒足寒嘛。零啊，十几度，因为开始，因一年种一冬，因要种半冬，要食一冬。嗯，我感觉因的生活比起的条件，开始差咱台湾的天气就差足济，所以我感受足济，就是参像泰国啊，个菲律宾，因那个足赚钱的，我呢，因那早人连工作机会拢足少，都拢会足济受到威胁。真的，我也感觉就是，我五十几岁，我搁花了解。世界各国做最代志，其实台湾的早人是足幸福的，足幸福的。你指的是？我指的是因为做产这方面，啊，佮而且讲起讲台湾的早人能力啊，佮足款的。你韩国的，因为他们以前还是很没哪讲，难是讲足先进的。我感觉因那个查甫人啊，佮种生在台湾的，不管是男的女的，都很幸运。我就今麦这個时代啦，我阿公都捌甲我讲过。咱台湾哦，种一冬，其实台湾的农业种一冬会当食三冬。哦，啊，即卖是三冬食无一冬。嗯，我感觉咱问题最侪，其实迄天我去韩国的时阵，韩国寒人是零下十几度，迄要种啥拢袂用。但是咱台湾一年四季拢会当生产物件。嗯哼，我也笑，我等下到阮姊妹哩讲笑讲。咱那个碳无食吼，咱现在家己拢爱面壁。真的。安尼，相宜，你祖恁爸爸妈妈迄代都做产啊，做产，嘿，阿个你，啊，你即马后一代其实嘛是要继续，啊，即马讲实在哦，这个做产的农法，即马拢有当哪讲，你要来分辨一下，讲以前的做的方式是啥物，啊，有当即马豆豆啊，都真侪拢即马咧推广优先耕作啊，友善耕作啥，啊，相宜，你家己拄到的咧，你的看到的改变有？我。十六年前我就开始友善土地，嗯，因为说我的高祖的门拢爱减盐，我都不用农药，是，所以其实说我们迄阵啊，我十几年前要做这些，我从来拢做侪人，农业开玩笑啦，其实伊那好心啦，伊就讲讲阮头家是阿川嘛，空川，伊讲空川，做农药都做不人吃，佮要做无农药，嗯，
所以讲，我若跟你讲起开玩笑，即种阮种的青头，几年啊，拢足歹，拢臭香啦，都种安子啊，拢收成无好。但是我感觉，我现在到现在，我到即毛足感谢阮翁，足坚持要行落去。是啊，当初足侪人也叫阮放弃。哎呀，当初哪会遐有法度遐尼坚持？阮翁迄阵啊也足坚持，因为阮翁捌一届吼，迄条啊吼去厝好呢，也好呢当，好呢当足多个。啊。也地门刚刚落去，爱去然后你当当下就中冻，家在当下厝下倒了，你也伫田里倒了都无计嘛。而且那个足毒的，到尾啊，因为经过伊戒掉，我就甲人讲，后摆拢卖野虾啊。我感觉咱减少一罐也无要紧。嗯。到尾啊，我对农药都一直在慢慢排斥。嗯。啊，排斥掉什么？民国社区总体营造，啊，得植物联盟来培训。哦。啊，我得实在，爱得越高的温泽。嗯哼。所以有时候我是觉得是一种机缘呐、啊，可能会说真的，我听你讲，我那做福气的，会当能做最贵的，慢慢一路走来。你拢做谦虚，一直拢把这個感恩挂在嘴边，拢真正安尼讲啊，真正是拄到真侪贵人对了吼。真确实的，我因为以阮的知识甲阮的能力，确实的，阮要了解做做以后呢，确实无简单。嗯，但是我即马我来还阁足感谢。中兴大学蔡东川，十八年前我就跟伊的培养社区用。我即卖我做侪人问题，我拢找伊，爱拢伊去教阮用困安那用安那，拢免用农药。所以我感觉我真的，阮需要感谢人是做侪啊，但是我感觉做侪人拢是默默的付出啊。然后谢立芬啊，跟倪教授做侪个台大一个郑正荣教授啊，个林碧霞做侪人诶，阮若问题拢问伊。我也感恩这些教授，伊为台湾默默的付出。真的，我觉得有时候不是大家拢这么幸运啦，但是我感觉阮足幸运的是，阮拄到的人拢足肯甲阮斗家手的。我有听讲哦，红香女士有穿一个货柜屋。对。这样、哦，就是讲你想要甲技术甲传承落来，啊，一直伫咧想讲，哪有人要来学？哎、这个缘分是啥物？你会当甲我介绍？因为迄阵啊吼，有足侪人讲啊，想要增加额啊，因为你普通大只就麻烦。可是那时候就有我有一个心愿，讲我若有能力的时阵，我希望我有实际所在会当哦，其他人去体验啊，可能三工一礼拜。以前我那位娶新妇，我有台大哦，就我硕士班的、博士班的去啊考察体验一礼拜。我也跟人讲，其实遐囡仔拢唔是常像大家讲的草莓子啊，因为这样起来做认真呢。嗯哼，啊，所以我有想讲啊，若有人买吼，我就换啊。但是这几年啊，因为我工课啊都会换啊，阮查囡即马拄啊加接，我是跟人讲，若有人要去体验，遐在当大，啊，你去遐大，啊，菜现在阮会使供应，啊，你要大学，啊，你个未时的影响啊呢。这嘛是真挑战咱。传统的农村的一个文化是讲，啊，都做事人了嘛，是有当嘛拢真朴实，有人客来，人来招待，食一饭啊，这种真正常。啊，不过穿一个货柜屋，和一个唔捌见过面的人，随时都会当来住，这都真正真有突破啊！这可能拢是嘛是相以你这几年来，是不是？迄眼界哦，视野愈宽愈宽啊，所以一想啊，有当嘛会想了较远。嘛，烦恼一寡咱台湾农业的代志，所以你家己拢对本身开始伫咧饲、伫咧做起，想要去做一寡啥物，迄压力真大的感觉。其实也无啥物压力啦，我也感觉就是讲，我若做会到，我就做；我做不到的，你到某地程度，你会想讲，你的愿望是啥物？我伫讲讲，我只我六十岁啊，我的愿望，我即世人无在有去处，但是我希望讲，因为我以前定参加空。控一下，真的，我看到台湾真的做最学生啊，做最坏他很想知道台湾的文化界话。以前有学生的其中去访问那些家庭吼，啊，较早你当作迄欧巴上线，因为当去了解增卡的文化。我听讲政府做未到的时阵，咱会当子，我的感觉就是讲，我免开足侪钱，但是我会当让因了解台湾的文化。所以原本两届无征收，我觉得那种增卡人团结的精神甲文化。唔是常像我讲安尼，也阁足侪话增加人伊拢唔爱讲话，但是伊足坚持的。嗯，嘿，你就是讲你爱去甲伊开讲，你甲伊反，他伊就讲故事你听。嗯，有当时我听你讲，因为足侪是你用钱买袂到的物件。
对对、嗯、我听湘姨讲这，我家己嘛感觉足感动诶，因为我就是迄种会去走去都根本都无熟悉人，啊，我就足想要听听伊讲故事安尼、嗯，啊，想讲。像伊，你有家己厝里安尼，愿意讲有一个空间啊，有诶外地来啊，那少年人有兴趣，想要了解农村文化，嗯、啊，就互会当互伊简单一个大食诶所在，啊，互伊好好啊来，甲即个农村诶文化去故事去听听来去收集起来，哇、嗯，安尼真赞！尤其呐，对咱庄头诶人来讲吼。有当下家己事实拢无啥爱甲家己开讲啊，啊，今日外口的囡仔来有兴趣的，还是像讲有要进行文化研究的学者啥来，哎、嗯，等到有心要来听。咱安尼出一个，我也感觉就讲，这世人我定甲阮囝讲讲，我开无了，恁甲分啦，我开了就无。我已经好过有安尼吼，我搁牵水稻，牵只。我开有开一点仔钱，但是迄种钱可能对别人来讲是一点嘛，但是对我来讲是我的机会。哇，你做大方的呢？你我大方，因为我也感觉人别人为咱付出，咱付出一点嘛。我感觉我付出的无济，我只是发现讲没有大家了解农村，确实有足多恁起来无当了解哈，诶，一个文化。而且我感觉愈来愈少，因为老伙仔伊会转去，少年的搁伫台北大汉的，所以足侪人伊唔知影较早农村是虾米生活。咱今仔日青龙世纪红叶这部访问的是一位苗栗原保里来的。红箱箱诶，我感觉呢叫起来感觉足高级诶，所以无大无小，请相宜见谅。有人哦，拢会用台湾诶土地正义如洁来形容你。你家己会感觉讲，我知影你拢足谦虚诶啦。我感觉你真正有伫做出这种精神。其实那不是虾米如洁，其实我听你讲，我足自私诶。我也感觉就是讲，迄是我规世人打拼。而且我是隔离遐，庄家人的传统就是你隔离遐，你就是爱守护迄个所在，守护迄个土地，守护迄间厝。两家的土地征收，对我来讲是足残忍的。84年的时阵，阮头家身体足好，嗯哼，迄阵爱拢全是伊伫用的。但是97年的时阵，阮头家身体得直肠癌。伊就开刀等诶，取得土地97年的12月取得土地评估，还得咱得忧郁症。我以前对忧郁症我也不啥了解，但是伊就是不爱讲话，但是伊就不讲，伊就唔管。因为迄阵阿种做馆长嘛，伊讲伊就唔管，伊来总共土地征收，因为第三楼莫瓜树跳来，伊迄阵安尼讲了。其实我家己人了解，伊讲做馆长足大个权力，讲真诶，我是足惊。讲惊那是做唔完诶。我感觉我已经食50几岁啊。其实阮诶囡仔已经未细汉啊。其实阮诶教育就是讲，查某人就是伊厝诶对老爸嫁翁就嫁翁嘛。你今日恁翁安尼，所以讲我其实我是做唔完诶。我觉得我一个家庭被你这样打破掉，其实我来征收，我可能几千万也有，几千万对阮庄家来讲是足好个啊。但是我讲我无想，我感觉钱，我讲一句讲较粗个啦吼，讲较歹听，我食饱等死等放屎。我觉得那种日子不是我要过日子。我感觉人安尼，我连一点仔尊严都无，连一点仔意义也无。所以讲我也想，我来讲要安那去打拼。抗争的时阵，讲实在，我也唔愿，就是讲，我觉得一个国家不能这样。你讲悲哀就悲哀，你连跟我沟通都没有，而且沟通是没有用的。我觉得我的感觉就是讲，人，你若甲讲，确实你即马有需要。其实阮遐常去高速公路，阮遐人征收足地土地，拢无人抗议呢。其实庄家人唔是讲遐尼无公理，你真的有需要。大家拢讲，连抗议也无，你要偌济就偌济。而且，阮原保里土的周围拢水路拢是8米6米的呢，拢是无偿，阮这些人家己提供的，佮做较宽的。所以我感觉
真可能不是差，足侪人有人到尾拢哦，讲阮遐人爱钱啥？我讲，其实你爱钱无唔对呢，我爱钱哪唔对，我咪抢的呢，我是用我是骨力去赚的。嗯嗯。所以我听甲因讲，其实人爱钱是足正常的，你啥物人无爱钱？但是我爱钱是我家己去赚的。但是我要卖土地，我若无一定叫你来甲买，我若无要卖呀，是恁爷要甲买呀，是阮爷要买。到尾啊，我也感觉土地征收真的对一个人来讲，其实张先生张耀煌的呀，伊要袂自杀时，阮就改作息啊，因为阮人改名姓张。哦。所以我听你讲，其实土地征收张先生是我家己自杀的，无唔着个祖阿妈。其实因遐的人足侪人是。家己捂住，所以操你得抑郁症死去，也无想做错呢。嗯嗯，其实政府人讲啊，安那安那是虾米顶主？我这我感觉这拢是，我感觉你足残忍，就是你抢人的财产，你还你搁敢冠上那种的不死的那种罪名？嗯，我觉得那真的很可恶哎。我感觉这种是足可恶，但是咱面对的这种的政府，这种的咱拢爱觉悟。你今日若家己无拍拼，啥物人要甲你讨拍拼？所以，我其实我去台北，我讲的是公理，但是咱公理人伊若听无，所以做侪代志，我感觉有阵时啊，你介公理拢听无，所以我到尾拢用骂的，骂的就听有啊啦。有时候真的很好笑，足好笑吼，人生。后来你其实一寡抗议的代志嘛，是拢要过来参与。像讲污染啥物，环境污染啥物，这拢家己哦，个人一捆啊一捆啊，这个溃烂的豆豆生出来，以前可能唔知家己奈，安尼踮咧公家机关，踮啊咩，可能未去想过讲家己奈变安尼对吧？对啊，还是真正结出来。我到尾我以前土地无正式的时候，那看电视看人伫抗议的时候，哎呦，这人奈呢，趁钱都袂有啊，够钱人抗议。但是我当我。我们家土地征收了，我搁定来台北，我了解足侪征收啊，像台北港迄个王子阿妈的，搁足侪人我了解，我感觉政府足残忍的。嗯，对一寡八九十岁，你搁征收了，你将来你先啊不爱好啊，甲伊沟通，你先啊不爱好啊，甲伊讲安那用，你拢干那一张白纸黑字啊，就叫人爱签爱买，我觉得那真的是足残忍的残忍的代志，但是足侪代志。不是像我们广人所想的哦，还要开玩笑呢明明就很叮当还要开玩笑出事的呀在我们台湾现在年轻人做人的其实感觉啦像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专门要来听这些年轻人无人的故事嘛啊，女郎嘛真多，嗯，像讲像伊你是身为一个族亲的女郎来讲哦，即马那看到呢年纪轻轻的少年查某囡仔要务农，你也感觉讲有啥物嘛爱甲人提醒无？我感觉特地肯定，特地肯定。我感觉你啊，怎讲为着要食三顿，为着一顿饱，我感觉每一个人每一项工课拢伊的尊严，甲伊骄傲的所在。现在有足多代志。咱拢会讲阿认为查某人袂，其实为查某人更加细致，更加细心啊，做工个更加周到，伊做侪代志，有通做啊比查甫更加好。只要伊肯定伊家己的能力，我看查某即卖依然做侪，个谢青云呢，阿个吴嘉玲，这个迄个吴少文，我感觉伊拢做啊足好个呀，个天青云呢，但我做啊足好个呀，我个人感觉伊活啊足快乐个。哦，对不？对，哎，个家己个有能力，家己要想要做什么？嗯哼，这是上好的呀、啊。嗯，算我爱有一挂较用心去研究。对，我感觉因拢有迄个能力去改变即卖农业，所以我就看好他们。哦，哎，哎，放心，哎，大家个继续行落去。有阵时啊，讲来讲，阮下落的所在不一定是因的下落呀。哦。所以我感觉就是讲，我也希望，我希望讲，正港咱台湾人开始爱用咱在地的物件，和大家拢有行落勇气啦。嗯，你那连因行落勇拢无的时阵，咱阿伯拢是爱食进口的。嗯所以我希望讲，咱大家拢支持在地小农的，即少年的即小农的心情，因咱台湾本来就小地啊，本来就小农啊。那闽南人喺韩国，人喺加拿大讲喷药用美国喷药用回林机的，对不對？那你土地本来就是安尼、嗯，所以我也感觉就是生活的家，大家互相
啊，大家拢做好做好家己的本分，我感觉这是台湾应该是真快乐的一个所在。嗯哼，今天听湘怡开讲安尼娓娓道来，叨叨讲叨叨讲，我嘛感觉真快乐。嗯、今天这年啊，这个总是产业做。代志拢做不完的情形啊，洪湘阿姨要是专工来到电台受访问，实在是太感谢了。謝謝，希望有机会嘛，要来万宝里佚佗。好啊，看你当时要来，六月中旬就新贵啊。哦，所以呢，专工大家有趣味，会当来食新贵，会当食到健康的新贵，大家支持是阮大家行落去勇气。谢谢湘姨，多谢您，谢谢大家，谢谢。小市集大通路。长期关注饥饿与贫穷的安娜拉佩说，我们每一次的消费就像是一张选票，决定着未来地球的样貌。今天的红星在节目中常讲起的祖父联名消费合作社，这是台湾人都很熟悉的民间组织，25年前为一阵妈妈开始做起的消费运动。那当时发生很多环境公安的事件、毒品的事件，或者是农药残留的一些问题。祖父联名环境保护基金会有一群妈妈，他们很认真思考生活应该有别种选择才对，为了找找安全的食物，他们走到台湾每一个所在要找找新鲜的无农药的米安全的食材。目前的年已经20几年了，目前社员超过70,000人，合作的农药大概也有150户这么多。祖父联名消费合作社，因所做的共同购买行动，简单讲就是集合着关心家己、关心环境、关心生产者的这些消费者，依照生活的需要来找出有共同理念的生产者，来提供环保的、健康的、安全的生活食材和用品。你若是有兴趣，合作社常常有举办入会方式的说明会，可以报名参加哦。合作社的电话是02-2999-6122 02-2999-6122。咱做会用消费改变世界，一包米一杯菜，咱相信消费可以改变世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陪伴。想要订听节目可以透过网络收听，如果是用电脑打迷你之音就找到了，迷就是大米的迷，稻米的米。后礼拜一晚上5:20再会哦，拜拜。